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第三大段第二小段最后一首记看起啊，就是第十首法会先一说如来真实性我从彼了知菩提难思议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这一首记就第六一记推功有本非私心也一千级推人一呼烦请令发勾索殊途同志下八准之下面八段呢都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先将清凉大师注解的意思略略地做个说明。这是信德，是圣德，所以异乎凡情，跟我们凡人呢恰恰相反，凡人做一点好事，啊，做一点功德，一定是据为己有，啊，觉悟的人，圣贤人，啊，他做的好事，他不是这样想法，做任何好事，功是别人。不是自己的，这才叫事实真相。啊，自己再有能力，再有智慧，如果别人不能理解不能认真的效力把这些事情做好你的功德从哪里来我们同学都知道知恩报恩你知不知道恩如果恩不知道你怎么个报法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汤池小镇这两年所做的谁的功啊？不是我的功我没有功也不是杨老师的功杨老师也没有功啊，谁的功呢每一位老师的功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功包括义工
汤池居民每一位都有功，他合作，他接受的合作，所以才有成就。啊，老师同心协力来落实《弟子规》教学，如果汤池证明不接受，你哪来的功？汤池人民欢喜接受，如果没有这一群老师来教导，哪来的功？所以一定要晓得，功德是大家的啊，大家的功德，一个人把它拿去了，这不是好事情啊，这叫什么呢？一个人的福报啊，一下就曝光了啊，功推给大众，这个功德才大了，那个福报才大了啊，大众的福报那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个人的功德很有限的 啊这个道理要懂，觉悟的人懂啊，圣贤人懂，所以从来不居功啊。世尊一生为我们表现的如是，诸菩萨也如是，中国古圣先贤也如是。尧舜的时代啊，那真正是圣贤的国君呢。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称帝啊，称王啊，国王啊，国王看到人民犯罪了啊，偶尔在路上看到这个士兵押解这罪犯，他就停车啊，下来问问这个这个犯人，你犯的什么罪？他是犯偷盗啊，偷人家的粮食。那为什么要偷人粮食呢？因为天旱，老天爷不下雨啊，没有收成，不得已去偷别人粮食啊。国王听到了，就告诉了士兵，他没有罪，你把他放掉，我有罪，你把我关起来。那国王和这个士兵很惊讶了，问为什么？我没有德行啊，我不是一个好国君啊，所以老天不下雨啊，害得他没有收成了。啊，这个犯偷盗罪不是他的罪，是我的罪，应当把我关起来，治我的罪。话说完之后，天就下雨了。你说这桩事情，我们相不相信？我们学佛学到今天呢，我们相信。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国王这一念善心呢，感动天地啊，就风调雨顺了啊，这是能够把过失啊自己承担啊，好处呢都是别人的，别人做得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个叫积大功啊，累大德啊，积累功德啊。所以中国古人常讲，积阴德啊，阴德是什么呢？自己做了好事，不要叫人知道。自己做了好事，肯定不承认，是真的不承认，不是假的，不是装出来的。啊，事业是大众做成功的，哪里是个人呢？啊，一个工程师画出图样了，建一个伟大的建筑。建成之后了，是不是工程师建的？不是啊，每一块砖头，每一块瓦片呢，都是工人在做的。啊，工程师不鞠躬啊。啊，功劳是什么？所有工人的，凡是参与这个工程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尽了一份力。啊，这是明白人，这用心的。啊，凡夫是糊涂人。唯恐功劳别人拿去了，啊，这增功，啊，增功反而功亏折了，功没有了，退让那个功是圆满的，是退功有本，啊，这是什么？这是一切慧菩萨。我们上面学的是十首偈颂，啊，但这一首十首偈颂是他讲的，啊，他说他能够讲出来，是因为前面法会菩萨先说了，他从他那里听来的，从他那里学来的，你看这多谦虚。法会先说如来真实性。那我从彼了之，你看看，我知道的点是从他那里学来的。那推功有本，有根本，有源头。啊，不是我聪明，不是我有智慧，啊，是我跟法会菩萨学来的，非私心也。啊，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但开风气不为私啊，不鞠躬啊。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确实有一些人迷失了自信，对于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诲疏忽了。啊，以为现在这个时代是科学科技的时代，啊，是资讯的时代，
古人那些东西在现在都用不上了啊，都可以废弃了，产生这么一个观念啊，一切都用科学来代替啊，代替这么多年了，成绩怎么样呢？啊，直至到社会的动乱，直至到人心不安许许多多的冲突不能够化解，找不到原因之所在啊。那我们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古时候那个社会能够和睦能和谐，那什么原因？特别是在中国，五千年来，啊，外国史学家承认，中国这个族群，这个国家，确实是长治久安，而且是两千年来维系着大一统。令人羡慕啊。啊，统一不是容易事情。统一不好治，为什么？人太多，幅员太大，你要做到这个地区的安定和平不是容易事情，这么多人他为什么不作乱？他为什么不搞对立？为什么不搞冲突？啊，现在是小家庭，通常一个家庭呢大概三四个人啊，夫妻带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哎，就这么小家庭里面有冲突啊，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啊，这是现在到处你都看得到的。为什么？从前是大家庭，一个家庭小有七八十人，大的两三百人啊，他们为什么一家和睦？为什么没有对立？为什么没有冲突？啊，中国社会五千年的安定，你把这些事情想通了，你就明白了。啊，中国人始终守住一个和，和为贵呀！啊，就是尽量的要化解冲突，防止冲突。啊，靠什么呢？教育。那么你就晓得。中国人有家就有教育，家教啊，啊，我们从小农村里头骂人最严重的一句话叫没家教，这一句话可严重了。这句话不但骂，不是骂这一个人呢，骂他就是骂他祖宗八代呀、啊！
啊，这是一般人不太能忍受的。啊，由此你就能知道哪一个家不重视家教呢？啊，所以他家才能和，叫家和万事兴。啊，家和社会就和谐。啊，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中国这个长治久安的基本原因啊是家和。啊，家怎么和呢？家人从婴孩的时候就学习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所以他懂得了谦让啊，起心动念为家人着想啊，他不想自己啊，恭一定推给别人，过一定自己承担。这个家庭哪有不和的道理？这个国家哪有不治的道理？啊，所以推恭谦己，这是大德，这是信德啊，这是自信自然的流露我们真的是古人所说的生于忧患。那么将来呢？古人下一句讲啊，死于安乐。这要靠大学问啊，大智慧啊，才能做得到啊。死于安乐，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他不是佛教徒，他对佛法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有阿弥陀佛，也不知道有极乐世界。但是他晚年安，晚年乐，肯定不堕三恶道。啊，他来生到哪里去？来生是人天福报啊！啊，那你要想到他的因，因是什么呢？忧患，患是灾难，灾难不是一个人的，灾难是社会，灾难是很多众生。啊，他担忧的不是担忧自己，啊，确实是担忧社会动乱，担忧那些苦难的众生。啊，他既然有这个心了，你想想他有没有行动？啊，必然有行动。行动呢，全心全力帮助大家化解，消灾免难，利苦得乐，
这是苦。灾从哪里来的？难从哪里来的？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诸佛菩萨、古圣先贤都告诉我们，乐是从心善、行善来的，啊，行为。苦呢，是从不善、心不善、行为不善，啊，要照佛法讲身与意三业，啊，心不善、言不善、行为不善。啊，感召来的是无，感召来的是苦。啊，所以断恶修善呢，要教啊。啊，教育就是这么兴起来。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什么佛？啊，什么是佛？总要晓得。啊，佛法不是迷信，佛不在外面。啊。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佛在哪里？佛在你心里头，你的心就是佛。啊，心迷了，你是凡夫，就叫你做凡夫；心要觉悟了，就称你为佛。就明白了，迷失是迷得糊涂了啊，糊涂是迷明白是觉，那么你就晓得了，这就很简单的就解释开了啊，什么叫佛？你心里明白了就是佛。啊，对于一切事理，啊，佛法讲的性、相、理、事、因果都明白了，这人叫佛。对这六桩事情啊，性相离世因果不明白，糊涂了，这就叫凡夫。啊，现在是我不幸福，那你永远不相信自己也会明白。不相信自己会明白，他还是个佛啊！什么佛呢？叫糊涂佛啊！总有明白的一天。为什么？他有佛性啊！啊，自信里面有真实智慧呀、啊，只是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他啊，他好像是糊涂了，好像是不明白了啊，其实障碍不是真的，智慧是真的，
德能是真的啊。什么叫真的？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啊。我们这个迷有迷有悟啊，它的变化很大了，所以它不是真的啊。啊，佛法对于真妄简单的定义就是永恒不变是真的啊，它会有变化就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是在这个动乱不安、灾难频繁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啊，佛告诉我们，要想帮助别人，先要成就自己。自己不成就，你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啊，这些话我们能理解，我们能肯定啊。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啊，都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要用妄心。那什么是真心？我们不懂。啊，佛经上告诉我们，真心立念。哦，真心没有念头，没有起心动念。啊，那我们对这句话呢，现在懂了。啊，确实啊。学了50多年了，现在明白了，真心的确没有念。啊，《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迷为一念，觉知一心。啊，迷就是无识无明。妄想的根就是你起念，所以真心立念，没有念的时候是你的真心。念从哪里起的？念从你真心起的，真心起的反而障碍了真心。啊，那么祖师教导我们，教我们一个方便的方法。啊，那什么是真心？尤其现在我们要铲除业障，怎样才真正把业障铲除了？啊，那你要晓得。迷的时候在起业障，悟的时候业障就没有了。啊，那要怎样觉悟呢？佛就是觉悟嘛。心上真有佛，就是觉悟。我们从这里下手。这是成佛之道，是成佛的根本道。啊，为什么？因为心即是佛。
那佛又告诉我们，设法界从心想生，那我们心里想佛就是佛，想菩萨就是菩萨，想贪嗔痴就是三恶道啊，贪恶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想什么就现什么，凡夫有心能想，自性无心能现。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啊，所以乾隆时候，有一位大德啊，灌顶法师，他的号叫慈云。所以常常称他为慈云灌顶大师。啊，这个人很了不起。通宗通教。邪密圆融。著作丰富啊，现在在日本万字须藏收他的这个注解有20多种。啊，我知道他老人家注解的时候应该有40-50种。他有观无量寿经注解啊，他的注解叫支持啊，简称是观经支持，分量并不多。啊，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众生造作的罪业极重极重，没有办法忏悔。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没有办法忏他的罪。啊，我们今天讲的啊，慈悲三昧水忏啊，梁皇宝忏啊，水陆的忏悔啊，水陆法会这个忏悔都没有办法忏他的罪。最后还有一条能把他的罪业忏除啊，那是什么办法呢？一心念阿弥陀佛啊，一心支持六字红名，没有消不了的罪业。啊，我们当时听了欢喜。啊，接受，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呀。啊，现在这个道理啊，我们明白了。啊，你看，一心受持南无阿弥陀佛，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什么罪都没有了，理上明白了。
那事实上我们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我们自己的肯定，这一生没有遇到佛之前造的罪业，遇到佛之后对佛没有真正的认识，也造了不少罪业。还有叙事前生啊，不知道做多少罪业，啊，所以我们看到学佛的同学啊，自己也不例外啊，看别人就能晓得自己啊，冤亲债主有多少。要排起队伍起来，密密麻麻的，看不到边际。啊，这些都是过去今生有意无意啊得罪的人。啊，他要觉悟了，饶了你，算了，不跟你计较了。啊，你杀了我，我也不想报复了。你欠我的钱不要了。觉悟的人，不觉悟的人呢，他的执着很严重。你杀我，我一定杀你。你叫我受这么苦，我一定受，叫你受更苦。这个麻烦了。啊，但是你要晓得，觉悟的少啊，执着的多啊。啊，那怎么办？灌顶大师的话正确。你心上真有阿弥陀佛，啊，不比口上，口上有，心上没有，没用处。冤亲债主照样找你麻烦，心里面有，口里头没有，冤亲债主也不敢找你麻烦。啊，你是佛心。啊，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开头学的时候肯定有夹杂，肯定有间断，那业障啊。啊，可是还有救，为什么？因为你不怀疑。如果你一怀疑啊，那个麻烦就大了。把你的功德全破坏了。啊，不怀疑，怕这个夹杂间断，你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念珠有什么用？啊，念珠的用途，第一个就是提醒自己。看到念珠就想到念佛，心上要有佛。第二个用途是计数的，啊，守珠意思都是一样的，啊，常常提醒自己，啊，佛像也是提醒自己。啊，见到佛像啊，如真佛在呀！啊，要知道，在这六道轮回里头，只有佛能救我们，除佛之外，没有人能救我。啊，佛从哪里来呢？自心所现。这才真能救自己啊！啊，靠外面的佛那错了，外面是心外求法了，那叫外道了。
中峰大师禅宗的大德啊，你看看他为净土宗的同修造了一部三十心念，这禅宗大德啊，他在三十心念上就讲得很清楚啊，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阿弥陀佛在哪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你心性里面想，他就阿弥陀佛就现前。现前是自性弥陀，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往生的时候净土现前，唯心净土啊，这个你一定要知道，时时刻刻记住，不可以忘记。弥陀净土是唯心自性，眼前我们的环境也不例外呀。我们所看见那些人，你喜欢的人也好，你讨厌的人好，你恨他的人也好，那你想着说，哎呀，唯心某人啊，自性某人，自信某人，是我自信变现的。你怎么恨他？恨你自己，没有恨到别人呢。为什么？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的。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再不会怨恨人了。啊，为什么呢？自他不二啊，性相一如啊。那佛在大经上讲的透彻，生佛不二，生我是众生啊，那是阿弥陀佛，这个毗卢遮那佛啊，跟我这个众生一体，是一不是二啊，我跟十法界的众生也是一体，也不是二啊，净土秽土全是心性，我的心清净现净土，我的心染污现秽土，我的心善现善人，我的心不善现恶人，全是自心所现的，除自己心之外没有一法可得啊，这是诸法实相啊！所以明了之后，你自己的心自然谦卑，对一切众生呢，自然尊重，啊，信德流露了。啊，信德是总的来说。纯净纯善，啊，要知道烦恼是不净不善，跟心德完全相反的，啊，迷了心德变成烦恼，悟了烦恼又变成了心性。啊，所以对烦恼你也不要讨厌，也不要怨恨，一念呢就转过来了。啊，修行，真修行，
在日常生活当中，以敬佛的心敬人，啊，真诚的恭敬呢，啊，你能这样做，你的心德虽然在迷啊，这个做法呢，能把你的心性引出来，这是自利呀。感化别人，让别人觉悟，让别人回头，是利他了。啊，自心化他。啊，一定是先自心再化他。自己没有做到，是决定不能化他。啊，不能化他，就跟他搞对立，就跟他搞矛盾。啊，搞冲突。啊，就搞生生世世的冤冤相报，就搞这个吗？这错了，大错特错啊！啊，所以这个学佛从哪里学起？做人从哪里做起？啊，学佛从哪里学起？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教给我们第一个。礼敬，做人从哪里做起？你看《礼记·阙礼》第一句啊，“阙礼曰：吾不敬。”跟普贤菩萨那个第一愿呢，完全相同。啊，所以礼。要是不要了，不讲求了，麻烦可就大了。你说我心里很恭敬，表示不出来。啊，古人说得好，沉于中，一定啊，陷于外。为什么呢？表里是一致。啊，你心里面欢喜，自然有笑容；心里面有悲痛啊，脸上形容是哀戚啊，里外是一呀，不是二啊。啊，所以你里面真有恭敬心，外头哪有不没有礼貌的道理呢？那自然就有理啊，不教也会啊。啊，这些事情我都亲见过。啊，对一个人真正恭敬，啊，就是走进他的身边，脚步都很轻，啊，恭敬的样子就出来了。那没有恭敬心，粗心大意的，那就行动就完全不一样啊！啊，所以从礼敬开始啊，《弟子规》前面都是教礼敬的啊，是教我们对怎么样对父母。然后把它发扬光大，啊，以礼敬父母的心行为，来礼敬一切众生，啊，这才是学习《弟子规》的真正的意趣。如果只对父母，不是父母就不恭敬了。您没有学到《华严经》上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
啊，用父母来代表，啊，让我们能知道对一切众生，我们真正明白自信是佛。一切众生哪个没有自信？连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乃至于虚空，都有自信的，自信能现的，万物是所现的，能说是一，不是二。性相也如啊，自信在哪？自信在现象里面。啊，黄金在哪里？黄金在金器里面。金器就是金，就是黄金，黄金就是金器。明白这个道理是，现象就是自信，自信就是现象。性相是一，不是二啊。那是性是佛，相怎么不是佛呢？啊，所以在大乘教里面，性叫法性，相叫法相。啊，法性跟法相不二。然后你就见佛了。